今天乱炖系列终于上线了啊！我用这个咖喱牛油的这个底料来做汤底，来个乱炖吧，没啥吃的了。我预计的乱炖来了，不错。我怕那个咖喱味少，又往里边加了一大块咖喱。辣酱和饭，哎，你别说，这样乱炖也挺好吃的。
今天吃了将近一大锅热乎的咖喱乱炖，然后吃的特别香，吃的大鼻涕拉瞎的，都没打说话。OK，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结束了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